我要加辣。好。好，来西螺店加下午茶，康乐这。豆乳加这种温体的，坚持现点现炸的，啊有浓浓的豆乳的香气。紫薯地瓜炸麻糍，这因手工做的，有这个花生口味，还有梅子口味，这个一份50块，啊内中呢非常的好吃。起司炸热狗，这个一份一支50块，午夜市的大厨。豆公蛋饼皮，这个一份30块，猪弹有弹性，伊这当手工家己做诶，咸香啊咸。它的蚝节阮要求香诶，啊伊这有爱买迄个随身包。